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具影响力主播。从迷茫少年到被万千粉丝奉为偶像，他一直努力做自己，淡然面对人气和争议，坚持草根，坚持喊麦，坚持原创，从直播间走入主流视野。他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情绪。他是一枚果实，收获于直播元年。获得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最具影响力主播的是 MC 天佑。来，让我们用掌声再一次恭喜天佑。